会拍《魔物猎人世界》吗？会玩啦，只是就只有活动的时候会开啦，几乎都私下玩啦，除非像杰克啊，他们有要玩才会开。那其实魔物玩起来，观众不爱看，不怎么爱看，而且也没有什么时间顾聊天室啊。但我觉得你们看不懂我们在干嘛没关系啊，听我们互动就觉得很好笑，知道没错啦。谁在扁我了？大海在打我。你好皮哦！我完没有在看的。哦，拜托，我杀一杀之后，他们等下一次蹦出一大堆跟你讲。我昨天在抓海豚，抓一抓，想说啊，附近鱼太多了，杀一杀。那突然杀到一个，你看又出现了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而且热带鱼很难钓。所以热带鱼直接用砍的比较快。最难得到的是河豚啊，因为我大概杀两组热带鱼，只有10个河豚。有礼貌的欢迎新的玩家。那就要怂恿了，是不是该抽奖了？哦，久等了，我可以回去了。好了，我们回来了。啊，12点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刚好。我刚想说奇怪，我砍鱼砍一砍，我身上有经验修补的书。哎、欸，鳕鱼怎么少那么多了啊？啊，你们跑去换是不是？啊，怎么热带鱼鳕鱼少那么多啊？你看，刚刚杀完之后，你看这些鱼，啊，夜猫有海豚。
来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那海豚嘞？过来。过来，过来这边。天猫带山神过来，海灵接近这边，有机会再跟直播，好哦。这里，这里，右边，这里。美人鱼来了，那么快？欸，我没有经验匿名哦，我很穷哦，我再去杀个鱼，就有经验了。好了，有了有了，还要叫什么？哦。我刚刚讲说下去存一下海带的，哎，叶妹，哎，依依，你看后面啊，依依，你头上啊，你们去玩热带鱼吧。不对不对，热带鱼很贵。你们去玩石头。啊、哦！小杰瑞，出来！杰瑞过来！杰瑞，你不能死！杰瑞过来！哎、欸，有点多，杰瑞你赶快过来！会死会死会死！杰瑞过来！杰瑞。好啊，你要在那边可以啊。哎、欸，完了！你不要害我打到你啊，杰瑞。拜。Thank you.
不是，我不是，我不是叫没差。哎、欸，又有了耶，好刺激哦！乖乖乖，在看谁啊？珊瑚掉下来了啊！坏掉了吗？搞笑、喔！哎、欸，我们家怎么有点多啊？不这么多，现在这么多、哦，那我不能关台啊！多少人没睡觉？没关系啊，我们就是不能睡觉啊，我们要刷魔啊！哇，夜猫，你那好帅哦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杰瑞，你不要再射我了。打哦！是，没事的，来去看抽奖。关台喽！夜妹的头不会，不会有夜妹的头。他们说 1.13 不会有新的头颅。
好啦，我们关台咯，大家拜拜。欢迎。好了，我们关台啦，大家拜拜。我要去抽奖了，拜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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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晚安晚安晚安。啊，对呢，你不要再打了啦，我的鸟啦。哎呦，亮的猫也未宜跟你讲。